我这个时阵哦，阮是拢配合咱迄个主治医院，主治医院是讲啊，叫阮去对一科到几万，阮对一科去几万，啊，我这个兼任担任咱多隆江新加团的团长，多隆江啊汉国团，拄啊总共有270个。 咱两百七十个，拄啊两百七十个有分有三组，分一个中年的、妇女的、甲青年的，哦，拄啊三组。啊，阮在这个创立是1983年创立，啊，正式哦申请迄落是2002年开始申请入来，哦，啊，我当然话诶特色是在哪呢？拄啊会使讲台湾全省啦。 你会使讲全国可能是，要像阮遐侪人个也介少，啊，要像阮遐少个也是足少个，哦，这是阮咱这东林乡个汉乐团个特色个，哦，啊，阮个特色就是啊，在每一科这三年一科啊，这科年拢一定爱去到这个请水台，哦，去啊，这请王个台啊，去迎接大天水，哦，含文武天水，到七角头，种种拢爱去，是咱迎接大天水，都当然是咱东江镇内。